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思見》，我是司機金記李浩德，我旁邊是司老闆蕭永清先生，先生你好。你好。好，先生今天就是7月29號，由於節目關係，我們就調一調，調來星期一先拍。咁呢依輪呢個市呢港股計呢就都捱得幾辛苦，捱住28,000，咁都好多嘢都發生緊啦，係咪，即係上海又喺度中美傾啦，美國呢依段時間亦都係講緊議息，咁香港呢就有少少混亂下，咁不如大家小股民呢都想請教先生，究竟而家我哋應該點樣部署好。之前呢我都話中美和談會有一些進展的，當然現在都未曾達到協議，但是慢慢一步一步啦，都叫做慢慢，即係大家仲有接觸有傾嚇，又話啲大豆都落咗船運緊㗎啦嚇。咁呢方面我相信都仲係相對形勢向好，形勢係利好嘅。加上遲啲都減息啦，但係減唔到半厘，減四分一厘到啦嚇。咁但是香港的情況呢是比我事前估計的嚴重，因為之前我認為原本的運動是反送中的嘛，現在反送中應該不會出現的啦，壽終正寢，大部分原本追求的目的是達到的，當然現在又滋生了一堆其他的問題出來啦，一個就是有沒有人需要為此負責要下台，即那個行動中警方會不會使用了過度暴力，有個獨立委員會在位，要不要追究，另外是不是要乘機要恢復雙普選，即是會需不需要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去跟查這件事，即是反對方也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本來我自己認為撤回抑或是暫緩其實我認為字眼問題，政府其實是橫掂都壽終正寢，你不說撤回都冇乜分別，那個不是最關鍵的，但除了呢點，仲有其他形勢發展好，已經很混亂了。我初以為那個即係群眾運動的高潮已經過了噶啦嘛，但實際上完了之後，其實為了很多其他的事件咧，枝節又衍生新的枝節，一路越搞越大件事，而家好似個個禮拜都有嘢搞啦，都有個題目喺唔同嘅地區而且每次到最後都要警方出動一定嘅武力，先至清到場啊成。咁我而家有啲人講話，可能都淨係教警察都搞唔掂喎，係嘛？要即係講緊咧，去用解放軍添喎。哦，咁呢個我相信機會好少嘅即係。有一些人可能覺得哇，逼解放軍出手，咁啊可以證明一國兩制已經失敗咯。但係我相信大陸都態度好鮮明，好似同美國都單咗聲噶啦。你唔好諗住逼我出手啊，我唔會出手噶。咁實際上，如果真係要去即係用武力鎮壓嘅話，警方都有些都可以做到的，就不會出動解放軍。問題現在警方都在說等什麼時候什麼機會才去出動比較大的力量去平息這件事。平息但在這樣的情況下，譬如最近港澳辦的發言基本上都是重申一貫的立場的嘛，變了看不到的事件是可以短期入面有一些新的，即是扭轉局面的新機出來，那變成可以預期接下來都還是有一定的動亂的，即可能每個禮拜都是大家都會聽，這次可能不同地方，一個地方一個題目不斷地選題目，現在放緊暑假嘛，啲人可能得閒啲，咁變咗咧就香港經濟，我認為多少
受拖累，越長拖累越多。咁而家我識得旅遊業啊、酒店啊、零售業啊，零售就係首當其衝啦，應該係嘛？我哋做地產代理嘅，我呢個月嘅生意咧係仲低過農曆年嘅。哦，咁好慘喎！農曆年嗰個農曆年啊，有一半日子唔開工咁滯啦。但係而家我除了有幾天元朗冇得開工之外，其實基本上全面開工嘅。係啊，二手市場咧係淡靜到犀利。即係六月，即係六月同七月突然間變化都好緊要嘅。我記得即係我哋早幾集講過，即係啱啱開始第一二個禮拜咧，反而個影響唔係咁。唔係六月初初好翻啲㗎啦。係啊，大家以為事件高潮過咗會逐步淡化啊嘛，但實際上而家個個禮拜都有事啊嘛。咁我自己覺得咧就經濟。不是話低增長啊，有些行業根本是負增長，零售數據已經是負增長啦。明年那個失業率啊，我都怕可能會上升嘅，工資嗰個上升的幅度會大打折扣咯。至於你話係咪好快會扭轉局面咧，我而家睇唔到咯。即形勢發展都是比較混亂的，所以這種情況下在投資上要保守一點，這個都無可避免，即本地經濟相關比較敏感的股票就要即大家要留意一下，即本來有些零售業的公司其實已經跌了不少，是啊，第二季其實已經開始即很多數字上底，但是我都即係譬如嗰啲莎莎啊、周大福啊，嘅佢哋每一季都有啲營運數字出嚟，因為不斷有新嘅情況出現啊嘛。即係你攞五月、六月個數去推論，同用七月嘅數推論，已經可能得出唔同嘅結果啊嘛。咁啊，依啲咁啊，旅遊零售相關嘅差啲啦。咁地產差唔差啊，先生？地產都我認為交頭就先講，頭先靜咗啲。係啊，因為雖然有一些新的盤算賣得不錯的，即係上個禮拜啊，有個叫朗咩啊，朗圖係喺達石角，嚇，咁佢有200多個單位，叫一鋪清袋嘅，咁算賣得非常之好啊！呢個時候仲有一鋪清袋，但係佢定嘅價錢亦都相對平啊嘛，13,400呎，周圍其他隔離賣緊17,000噶嘛，咁打咗個折扣，即係話市場都仲係有實際需要，平啲都有人買，但價錢作咗調整咯。至於二手市場，因為嗰個交易成本太大，所以冇乜人肯減價，咁交投量啊少過農曆年。就先讀緊之前啦，先生你講過咧，嗰個中原嗰個指數咧，嗰個上個禮拜有公告咗，你要同觀眾咧講一講，係咪啊？其實上個禮拜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咧係升咗0.26% 嘅，咁好多人覺得好奇怪，喂咁嘅形勢你仲有得升啊？當然呢個係兩個禮拜前嘅事啦，同埋佢等於你股市日日都有啲波動啊嘛，咁你淨係即係一個禮拜嘅數字係記錄兩個禮拜之前嘅成交嘅，兩個禮拜之前嗰個禮拜嘅成交嚟嘅，咁即係有啲可能有少少滯後嘅效果係咪？咁另外實際上即係市場上亦都係嗰個參與者咧只係好少數，即係交投相對靜啲係咪？即係我而家嘅樓價。很多人冇份參與，因為已經很多人買不起噶啦嘛，所以你如果是以一般而家年輕人的心態去想佢梗係冇可能啦，點會可能升啊？但係呢些樓而家賣緊係俾一小撮收入最高個 10% 嘅人啊嘛，咁嗰批人個取態可能有不同嚇，咁但係整體而言咧。我認為在咁嘅大環境下，不動產一定受到政治嘅拖累。短時間大家可能仲觀察一下個市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啊，好快會恢復。但而家我睇要恢復需要嘅時間唔
係一兩禮拜解決，分分鐘可能仲要拖個幾兩個月。咁咧就個市場就會受影響。好，咁咧即係對小股民咧有咩咧比較好嘅建議啊，先生？就應該係偏向即係呢段時間咧，就係即係唔好貪啲短線嘅機會啦，係嘛？嗱，股市同地產咧有唔同，地產誒一定係受本土影響嘅，本土嘅因素係主導嘅。股市咧就受國際影響嘅嚇，譬如如果你話中美和談有成，即係外圍嘅市場升得多嘅話咧，股市其實係應該相對嘅，相對嗰個受影響比較少嘅。六月份實際上係今年升得最多嘅月份嚟㗎嘛，冇錯嚇。咁所以股市咧，我認為未必跟曬香港嘅情況，但地產受影響就會明顯好多咯。明白曬，多謝先生。咁啊咧，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咧，如果各位觀眾想去回顧翻我哋節目，或者想了解多啲關於刺激金咧，歡迎去到我哋以下嘅網址。咁我哋嘅網站咧，啱啱進行咗一個更新，相信咧大家會睇得更加開心。咁請大家咧多多支持我哋。咁我哋下集再見。